本分局于6月10日23时51分接获通报车祸，需要警方协助，警方逐派员到场。经了解系潘南驾驶自小客车沿光华一路南往北直行，于上述时间潘南车头碰撞到同向的由南所驾驶自大货车右后车尾，碰撞后潘南又碰撞到路边停放一部的银小客车及骑楼停放八部机车，已知肇事。本案目前无人受伤，无人酒驾，警方到场查访周遭，并调阅监视器佐证，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潘南未注意车前状况，详细肇事责任待送交通大队初判。苓雅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道路交通相关法律规定，以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及或违规受罚。警方将持续针对各项交通违规行为加强取缔告发，以维护市民交通安全。